还有我们这个品咪西，也希望我们媒体朋友可以帮我们多多宣传咯。我们台湾美食展客家馆呢即将闪耀登场，邀请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在来到给他打馆咯。好，我们有请生光这边这边，好嘞，中间的媒体朋友，好，我们捕捉一下动态的画面。你们有效的借由两位的力量，我们就邀请更多的好朋友来到 NK 哈嘎哥，来重新认识一下客家的好味道什么。好，谢谢。还有没有美女朋友要捕捉画面的？感谢你们，辛苦了，什么嘞，辛苦嘞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左边，左边这边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左边。好 ，OK， 好嘞。还有摄影师要捕捉画面，来右边，什么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什么 ？OK。什么？好，那这边。三，那个吉饼柿子鲜虾沙拉。哦，那接下来有请师傅带领主委，还有师豪哥，还有玉豪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示范料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很难得可以邀请到师傅来到现场，那就有请师傅的这道示范料理哦。我觉得大家都用那个镊夹夹的蛮不错，我本来怕说他们不会夹，我还准备了手套，结果都夹得很精准，对不对？是。是。对，像师傅刚刚说到，里面有苦茶油，还有我们的柿饼跟四叶饼，哇，真的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组合。那接下来要淋的是什么，师傅？这个就用苦茶油加上梅汁，还有那个芥末籽，嗯，然后把它。均匀的调制，啊，再把它淋到上面就可以了。哇哦，真的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的一道料理。然后再把这个 cheese 倒到上面。哇，这也是考验功夫哦。对，对，就平均平均，哇，很好。好美味哦。这个真的好开心，我也尝过餐厅的，哦，太好吃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有请诸位，啊，诸位拍得很漂亮。这个用手抓吗？可以，对，可以。因为这是我们的示范料理，就这样爬上去就可以了。哇，这眼眶有一鼻扫的红色，非常的好吃哦。不过这个在家里就是可以先把它排好，然后放在冰箱。这样子先不要淋哦，这样子若淋了就变泡菜。哦，尤其是夏天呢，就非常非常的适合这道料理，又有营养又有营养，然后除了有营养之外，还有水果沙拉，让大家呢清凉解暑。那接下来最后就算上那个 cheese 师傅，真的是那种就是那叫什么画龙点睛的概念哎。是。看起来非常非常美味，非常好吃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师傅，你现在这样看起来可以了。我们小评比一下，压力的时刻到了。今天还是要给简师傅一个任务啊，来上次看，有请我们三位选手的来跟大家前面一个示范料理，把它端起来，来有唱著名，本台感应我已经很愉快哈。好嘞，那师傅来，你麻烦您站到主委旁边，谢谢，怎么？有请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看向前方的媒体朋友。里面不一样，太阳也麻烦媒体朋友们帮我们多多宣传。一、二、三，品咪西。好，那先再一次好吗？好，我们看向中间举一个小的会议摄影师。好，一、二，虽然戴着口罩，还是看得到笑容吧。品咪西，耶！什么？还有没有媒体朋友捕捉画面的，可以举个手。好，那我们脱一张没有口罩的来让媒体朋友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的媒体朋友。那手那个再往下面请一点。好，能稍微往前一些些，谢谢。来露出我们今天的第一道料理，就是鲜虾吉饼苦茶油沙拉。谢谢简师傅，什么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这边这一张，什么？
好，来前方。好，那有请我们四位贵宾，我们可以来到桌子前方靠墙。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。中框这里哦，这里哦。好，可以黑位后方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这边来，右边，我方向跟我这边转，右边，右手掌，好，来，我们这个微侧身为右边，好，我们在最后一张为左边，好，中间，好，左边，谢谢，好，什么？欢迎大家呢，八月八号一定要来到台湾美食展配角馆哦。天天演茶经南京足够茶经南京主角的脚步呢，一起来享受不一样的客家料理客家美食。好，什么辛苦了，什么什么助理，什么弄的做人 BB， 你先来就坐咯。但是在我们的客家庄地和港庄当中，他们应该买点米色罐美食碗当中呢，也会可以买到还有品尝到。不然自己很怕吃太大口，然后有菜嘛夹在牙缝里。谢谢。上菜好的，要带一杯主题哦，美女朋友们可以看到都品明星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有请诸位来老开讲，这边呀，诸位这边稍微请一些些。两边了。哎嘿，黑魔跟亚能会打斗，这边有发言吗？没有。有发言吗？没发言的呀。欢迎，这个人要麻烦诸位的国客参差。欢迎了哈，你们该选择吧哈，小鸡斗凉啊，天气广很多。让他个报告人来 KK 派啦，吼，所以，看到个小吉穿好过去 KK 沃卡，看到个种子的吼，我觉得很感动啊。好 ，OK， 因为生蚝咯，他未必他都要清油啊。从1895叶必章整个图片的吼，所以，到他未必了皮啊，因为前份医疗未来。参与那个发动了哈，后来那边到他的报告，这一次我们客家美食展啊，其实讨论了很久，那么该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客家食物之美哈？那过去我们讲到客家饮食，大概我们都会想到某些完成的形式啊，矿肉啦，啊。那个小炒啦，哦，那各种已经完成的菜色哈，哦，那前几年我跟江正成曾经有一些讨论，他有一个心愿啊，他一直想要把这个台湾料理、客家料理、中餐的味谱哈，哦，那把它调查做出来。那我后来想到他讲味谱，客家人讲咪西。啊，味序啊，那个序啊，就是来龙去脉嘛，啊，序呢就是一个起头嘛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客家人讲咪西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讲出了食物的 DNA 啦，啊，那所以后来我们就从这个概念去想，我们能不能把客家饮食、客家料理还原到某些对客家人来说最有乡愁啊，最亲切、最有妈妈的感觉的那些基本的味道，啊，那种基本的味道，我们用那个基本的食材，可不可以用这个出发，让它产生更丰富的面貌，啊，就是不限于过去我们想象的那些客家料理，当然那些其实我很喜欢吃的啊，那待会儿大家会发现到说它被这个啊，法国化，哦，那这一次的品味序在美食展里面呢，哈，我们保留了一些今天没有发表的，哈，哦，比如说
吉酱哈、哦，是客家人很喜欢的一个调味料。我小时候暑假早上五点起来，准备要下田去工作，啊，我要珍惜早上的时光。我妈妈呢，她就是把蔬菜哈、哦，用滚水捞一下，就烫一下，烫熟了以后，我们就沾着吉酱吃。那我爸爸就比较功夫，他会加一点，啊，这个蜂蜜，啊，那有时候再加一点，酱油，调油，哈，哎，所以我们就慢慢发展出属于我们家自己的吉酱的这个味道。后来几十年前，我那时候那人还在的时候，那他就用这个为概念。用这个客家人的东西分七成塔、哦、客家人只有七成啊，闽南人说有九成啊、哦，九成塔，我们说七成塔，那也是客家人非常熟悉的味道，啊、哦，我们在很多的菜里面都会加这个，那他把这个做成青酱，去调，啊、哦，那个吉酱，去调一点蜂蜜，用我们家的杨家的吉酱，再调一些东西之后，啊、哦，然后呢用白切肉，去做意大利面。我发现非常好吃哈，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吃东西的一个记忆。后来我就想，我们怎么让客家饮食哈，在年轻人里面他的心目中能够有一席之地？毕竟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这个改变哈，所以我就在想说，小炒不能来做披萨吗？好。吉酱不能来做意大利面吗？我们的豆腐乳看怎么调，不能来磨吐司吗？啊、哦，其实从这里延伸下去，我们就有非常多的想象。那所以这次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当年意大利人啊、哦，对于美式生活入侵啊、哦、不太爽啊、哦，入侵这个地中海生活文化不太爽，所以呢，他们看到 fast food 啊、哦，就觉得。这个实在是太没水准了，太粗俗了，所以他们提倡 slow food。 slow food 发展到现在，其实是跟生态的概念跟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结合在一起，不但是要 slow、啊、而且是自己的传统的菜色，自己的文化，代表自己文化的菜色、啊、也用这个在地的食材，所以 slow food 里面有相当的比例的概念其实是 local food。 那我就是想，如果我们把客家的 DNA， 客家饮食的 DNA， 那个米西，好，我们慢慢的品味它的米西，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，啊，去把它创造出来，让它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，啊，是可以出现的，啊，不是你这个一年里面好不容易有两三次机会请客，请到客家餐厅去。而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就会品到客家的味蕾，所以呢，我们利用了这一次哈、哦，那个这个概念的发明啊、哦、，slow fast food， 那 slow fast food 的背后呢，它的基底就是对客家味蕾的品味。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哈、哦，来为这一次美食展里面我们客家的摊位啊、哦、来做。一个主题，那刚好我们从去年开始，在台湾几个地方，我们企图把这些传统的手艺啊，能够找回来，发展地方的品牌啊，比如说像柿饼，大家都不知道新埔，可是我们不知道北埔也有，然后我们不知道北埔、峨眉到头份的水流东，到南庄跟一部分的诗坛。这个地带过去我们种了非常多的柑橘，那柑橘也好上等货，自己没有资格吃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要卖钱的，好，那次等货很酸的，好，我们才吃得到。那后来呢，就有妈妈们，啊，灵机一动，就把这个桶柑，啊，用糖煮成桶柑饼，啊，那这个在台山县上的人是一个非常美好的。记忆，但是桶柑饼哦，很少人有吃过，很少人还记得，啊、哦，那其实现在这个记忆都在，所以我们也跟北埔、峨眉的乡亲们，我们尝试重新推动桶
干饼，但是它得出现在什么场合呢？如果一个食物没有跟它的生活的场景联系在一起，我们就找不到它的方向哦。所以你就想我讲，哎，干中的皮干，啊，干中的皮茶，啊，甚至我了还去想讲，到苗栗这片哈，出产的凤茶，苗栗农会、苗栗的乡亲很努力在做一个叫包雨红。那我就跟，反正我就是乱出主意嘛哈，他们就要去买。我说这样子好了，我们来看看哈，怎么样跟咖啡怎么样的比例调配？我们用意式咖啡机去冲出来，然后叫恰啡，好，那我不知道恰啡创造出来没有，可能还没有实验出来啊。那总之哈，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要去寻找客家饮食的味道的那个基础内在的 DNA， 用这个 DNA 在现代的饮食里面可以去呈现出来，这样子对我们来说，客家的食材可以在更广泛的机会里面跟大家接触，那饮食背后所代表的文化啊态度啊，也可以因为在现代生活里面更广泛的出现，被大家认识哈、啊，这是我们想要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、啊。那我看那个茶经里面哈、啊，小吉大白神团哈，老鸭爸一晒走哈，哎。老郭跟郭子乾都是分两桌，我就奇怪这妇女怎么，啊那么别扭哈、啊，所以本来说想要找郭子乾哈、啊，跟他的女儿哈、啊、能够同一桌出现啊，大概后来郭子乾有什么事情哈、啊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就跟同事说我是 KK 派啊，我们今天找 KK 来哈、啊，那非常高兴哈、啊，两位来了，待会那个蔡珠薇小姐，我们的作家哈、啊。那他待会也会过来，那我们今天有几位啊饮食的专家哈、啊、也会来参与。啊，已经到了，对对，我已经看到，你先请进来吧。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共襄盛举哈、哦。那今天我们会吃法式的嘛哈、哦，但是我觉得那个到我们美食展的现场去吃那个 slow fast food 哈、哦，应该。导播到导神奇了哈，欢迎大家中午了，安之生。什么？谢谢主委，非常小心的收费。不好意思，可以。会中文啊？我先讲客家话，然后华语哈，然后尽量把它剪短哈。好，OK 了吗？走得吗？走得啊，走得哈 ，OK， 好，今年安利潘卡加米食节参展，提出了一个主题，很多品米食哈、啊。其实安利传统客家的料理十分多人喜欢，但是呢，传统的料理的方式，安利往往是过年过节特殊的情况去食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哈他家生活较好诶，迄去传统食吼。但是啊，今日日常生活就较困难，因为做起来较功夫，所以安尼都要想讲，客家饮食其个本质系乜嘅？将个本质呈出来以后，安尼希望结合现代人的生活，比如讲吼，安尼吉酱，迄闽南版人调料以后，做意大利面酱，吼。比如讲，安尼豆腐鱼用咩调整以后，啊，可以磨吐司，啊，然后讲咧，安尼个笋干茶，安尼个啊，那个通干饼，迄咩咧在现在个咖啡糖当中做得出现，啊，甚至咧日常生活，尤其后生个比韩国工业咖啡当中，他个就接触个多诶，所以你将咧安样个概念。很多 slow fast food 哈，用现代的方式结合安尼客家饮食的 DNA 传统内在的精神哈，希望得到大家的欢喜，也来参与安尼的美食展哈，来安尼客家的摊位来参观。那我们今年参与这个全国美食展，推出了客家摊位的主题叫做品味序哈。那么味序的概念呢，也就是从我们传统客家饮食把它的
啊、味道的元素、啊、它的 DNA 找出来。那过去我们客家的传统的料理、主要是过年过节吃的、啊、那现在当然进入了餐厅里面、啊、但是我想日常生活、这个因为客家料理制作起来也比较复杂，所以大家就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。因此我们有了一个想法，如何把这个 local 的饮食，把具有族群风味内在的这个美食的文化、哦、能够结合到现在的日常生活里面、哦、在日常生活的饮食我们就应该吃得到我们自己的文化。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slow fast food。 我们知道 slow food、是对抗 fast food， 希望强调品味，慢慢的吃、其实更重要就是吃在地的食材，在地的文化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希望把客家的味蕾、结合到现代的饮食里面去做多元的表现，让客家的饮食文化进到日常生活里面。所以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、在这一次美食展期间能够到我们客家品味区的摊位来、品尝一下。我们每天都有带状的时段的这个活动，可以吃到用不同的客家味蕾结合现代生活方式的、新的饮食。那这些新的试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以后、你自己可以做、多多买我们客家的这个农产加工品也好、那客家的原始的食材也好、我们相信能够更丰富大家的生活。谢谢。谢谢。